萱萱呢？萱萱的舒压方式，其实我的舒压方式，有些人会喝一点酒让我自己放松，我就是喝珍珠奶茶来舒压，珍珠奶茶再加威士忌，是不是超爽的？是怒喝还是素喝？自己啊，不会，那就是一个舒压。你不要乱讲哦，你要全糖吗？还是半糖？不是，因为我不会，现场刚好有吧？我是有准备的哦。这么开心了吧？你怎么只准备一杯？拿出来就是开心啊！对，你也要吗？我们对我们看起来压力就很大啊！哦，好，我等一下再去，我等一下再去准备。我跟你讲，每个妈妈喝的真的不是真奶，指定品牌吗？不用，什么品牌都可以。那你是怎么样对对怎么样宣泄你的？要特别用力咬那个珍珠吗？你要一次连吸几珠这样子吗？就像刚刚大飞，其实你帮我舒压第一点就帮我拿掉了，因为我应该拿着吸管把它插进去，插进去之后瞬间，然后把它吸光一颗都不剩，哇，旋风式吸入，很会数哦，哇。哇哇，好爽好爽，哦，舒服，都是舒服啦，有有有，或是好像有点快噎到的感觉，给丢给丢，卖球卖球卖球，或是喝可乐哦也是哦哦，喝啤酒啦，喝啤酒也是，啤酒第一口世界最好喝，舒压哎。